杨哥疼媳妇的方法有很多种，这一种还是头一次见。上去了，上去了，他给你找了个三 D。我来给你画。好，好，你给他画一个。闭上眼睛，你少林别打了。哦，少林画了个猪，啊，这还挺好。我给你画吧，你老弟，老弟。闭上眼睛来，给你画个虎，好不好？好好。你眼睛闭上，王。啊，这虎啊。画老虎，王八蛋。耶，打完了。